这是我做的酸甜藕带，你尝尝。也很好吃。再尝尝烤鱼。这是水鸭芋头。烧田螺。清炒茭白。够了够了，这些我都吃不了。这是我新酿的青梅酒。吃河鲜，桑葚酒那是绝配。那我两个都喝，可以吧？今晚就在此露宿吧。好啊。这帐篷能防野兽和虫蚁，很安全。很漂亮，也就是你们练习的涂山氏敢这么奢侈，做出这么鬼斧神工的东西。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梦谈着心忐忑，刀割剑和红灼灼，那真心梦绕不舍，追逐着漂泊着一生的青涩。你姓树？对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也是拥有整片星空的人了。生疏光破冰河至暗时刻，听这一生雨下风波，摘星墨声色自若，是的人有小的时候我曾经露宿过无数次，可是露宿山野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风雅有趣的事情，而是意味着无家可归，十分危险。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警醒。都过去了，那些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日子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是啊，今天的露宿跟以往完全不同。哥哥景，谢谢你们，我今夜真的很开心。